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 Meta Platform，也就是 Facebook，星期五大跌超过四个八千，收盘价是五百五十四点零八。你可以看到很清楚，它已经跌破了这个顶部的筹码峰，那我通常叫它做断头，它的这个头已经断掉了，千万不要随便去接刀。 这个是一个很强的卖出讯号，支撑呢就是底部的这一个筹码峰的最高价，大概就是在五百四十块，也就是在差不多这个跌幅满足。现在就看一下这个五百四十块可以不可以守住？如果它在五百四十块左右直接回升弹上去，可能就是一个回调买上涨的机会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你的钱你自己做主。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，记得在评论区打上“一”给我知道。如果你想向我问古的呢，可以在评论区写上来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。